一进来不棒，好随便打到一只超人，我这超人也可以死，给他死，是不兄弟？事不宜迟，闪人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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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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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这边稍微的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这个二技能一进来，我一个弹壁制裁，这一个对方上到四等，我退，兄弟，我们退一步。好，这个萝卜吸一点伤害，我一个二技能打下来，这边这个景我看你八成九成一百成跑不掉，塞尤娜娜。最后送上你一个日文。这一局啊，带来我最爱的悟空啊！大家，悟空是不是常常见面呢？没办法，悟空在这个版本好像比较弱势。我最喜欢替弱势的这个亲朋好友来伸张了，伸张正义。那大概在六秒二十七、二十。六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先用一次二技能。我们的罗勒很显然是暂时性的离开我们，我们永远怀念他。那中路这一波兵，本来想帮他吃的，看样子他是说不用啦，不用啦，甭啊，甭帮我吃啊，不要帮我吃啊。这个还是让给他吧，不然我就去吃掉。剩下，好可怜啊，剩下一只兵。我敲对方，这一个很猛啊，直接过来想要抢我的野。那稍微讲一下，我如果游走的话，不是游走，打野的话，我会先选择点上敲他，兄弟，我有蓝啊，我有红啊，对吧？我如果游走的话，不是跟你讲什么，我如果打野的话，我会先选择带上一个这个。哦靠北，我到底要讲什么？我会先点一技能啊，就是让我的两个技能呢能够 balance。这边雾马发现对方的踪迹，我这里一个隐身之后，一技能不棒，好随便打到一只超人，我这超人也可以死，给他死，是不兄弟？事不宜迟，闪人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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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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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这边稍微的等一下。我想一下，我这个二技能一进来，我一个弹壁制裁，这一个对方上到四等，我退，兄弟，我们退一步。好，这个萝卜吸一点伤害，我一个二技能打下来，这边这个景我看你八成九成一百成跑不掉，塞尤娜娜。最后送上你一个日文，谁吧？超人想让我退，现在状态其实也不太好，那对方是一个。奇尔打野是吧？那我们就要带上魔防鞋。那这边要不要吃龙呢？因为对方也差不多复活，所以就不吃龙，直接制裁点掉，没关系，甭怕，没关系的。啊，上路这边，来，兄弟们来吃龙，吃龙，快点，快吃，速吃哦。速吃魔龙德莱术，快点吃，我吃，中路帮我守一波线，帮我守住，哎，都吃掉了，水哦。那这边来清个这个小野怪，啊，这个井我不理他，不用理，甭理啊，下路，来，这边有一只拉兹哦，我翻个跟斗。这边队友是不想打，是不是你们想哇？这样也可以被拉兹看到。这血线有点长了，拉掉。那对方很像很凶，好拉掉，不打，别打。对方奇尔在那边啊、哦，我们状态有点差劲啊，我们还是想办法先把我们圣剑给搞出来吧。圣剑在手，全员跟我走，圣剑在手，希望无穷啊！我这个圣剑一出来，对方直接都去了半条命。那中路可以抓一波吗？可以抓吗？来喽！我压死一个大招，我再靠我这边一个普攻带掉之后，我拉回，我这边一个进场二技能进场带掉，拉走，收工，闪人，漂亮这一波，哇，世界半清净，世界有点清净。有点亲近农场哦，这个世界有点冷哦，因为冬天到了，绝对不是我讲笑话了，是冬天已经来临。这个摩托斯感觉就会死啊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拆个中塔？
我们预备一下。我会被抓到，我大招压下，我牺牲奉献，我谁？兄弟，是不是？十一次杀里面，我们参与几次？参与十次，看起来有没有比我更高的队友？没有，木有。南小，这还只是前期而已啊，咱们伤害已经飙高了，逆天呐、啊，逆天行啊，懂吗？已经大逆不道了，我们已经横着走了。我们汽车人家开左边，我们开右边；人家左驾，我们右驾，对吧？他们正着走，咱们横着走，对吧？轮子也是横的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抓一个、啊、这个井？那现在还没有对方位置，我们看一下沃马尔的造化。对方在这里，先别啊，兄弟，先别啊！我们不能打、啊，人都还没到，我一个大招嘛压死你们这群小王八蛋！我再一个寒冰之锤，我再抓、啊！不行，我会被打死！我这敲死你，你还敢靠过来？我能不能不敲死你？是不？啊，先拆塔，拆塔比较舒服。哇，这个人头被捡光光，来，吃龙龙，全员吃龙龙，甭怕，全员靠过来吃龙龙。龙龙，哎，齐尔想进场，我一个寒冰之锤带掉，我敲死一个大刀压下来，你他妈还不走啊？撒野，撒尿牛丸吧你，做还不全部做起来，撒尿牛丸是不？这个悟空行不行啊？各位，可不可以学得会吗？应该很简单吧？应该非常简单吧？这齐尔嗝屁了，看看他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拿。对方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。我这边直接瞄准这个超人，想走。我对方的拉兹，其实我也很怕啊！不要打，我们去农吧。哎，这罗只剩他一个人了。啊，不理他了，就这样呗。咱们去农，不要无事的事嘛，对吧？不要一直有太多的纷争。哎，我的红嘞！是，我的红没了。我们吃个小古龙，古龙现在可以增加我的跑速，所以让我在打野的时候支援速度更快。那对方现在中路很多只，我现在去也危险，看一下能不能包他一波。你去死吧，兄弟！这里再来抓，来。我这里有个企业，你你就刷到我身上来，没关系啊，有种就刷我身上来。我们这里等一下，想一下，这不能去啊，兄弟，对方都靠过去了，我们队友嘞，队友太想杀人，我一棒啊拉掉，不理你，闪人。上路来守一波啊，强拆塔。但是对方回手了，所以我这边也不能打。那对方三只在下路，想必这条魔龙又是不要了，对吧？魔龙套餐，魔龙快餐，888，一个制裁带掉，闪人收工，搞谁？下路那边扭打成一团，应该可以赢吧？但如果对方去支援就不好说了。很凶啊，我的队友很凶啊，每一个都是那么混 K 道，是不是？凶神恶煞的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去支援了。我得去支援一波了，这超人将死，我们去搞一下齐尔。这齐尔，我们不要一次就把技能灌在他身上，因为他有大招嘛，对吧？如果这样平白无故交掉我的技能，是不是很亏？我敲死你，你还不他妈刷我啊？有没有？直接个大招压在寒冰制裁，我他死了，他要死了，兄弟给他死吧。对，我们吃一套伤害没什么，对，慢慢浓也是可以把伤害给浓回来的。莫托斯要是搞到我会很难受啊！看一下状况，我这个鲁拉，哇塞，是不是带一个红 buff？ 往上走，吃他们的红，奇尔还没复活，我有这个红，我先拿一下，开心拿 ，happy 拿，准备来捉人喽！我你这个超人，你那么缺血吧你兄弟？这个井怎么蹲这里？好吧，蹲这里。要不要进？
发起进攻啊，兄弟们！直接虐他了。我们进场，跟大招压下来掰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虐？大家通力合作，携手合作啊，世界非常美好以及亲近。我不怕你啊，兄弟，你来也只是送头而已啊！我现在伤害可是屌炸天啊，牛逼啊，特牛逼，牛得很啊！我这个中塔，我们直接敲两棒，他就带掉了，不理你的这个中塔，蛮横不留情，占我大屋，夺我田，生活乐无边。但是这个，我这个奇尔在这，我这个大招压下来，敲死你，我闪人告辞，再也不能打，兄弟。那射手受到欺负没有？很好。持续的进攻，持续的农野，没事，稳的兄弟们，没事没事，甭怕，有我在，大家都甭怕。带掉，吃蓝。我现在伤害是逆天啊，我已经屌炸天了，我有我在的地方哦，只有尸体，没有活人。哎，我们现在有红哦，下面那个超人。木马去守，我们先拿，再拿一个红，拿好拿满。对，下一个全能武器出，我跟你讲，全世界都要跪了，全世界看到我都不喊我 daddy 就是死。干，去买珍珠奶茶，店员都要算我便宜五块，直接来吃，不用怕，好不好？直接来吃，我就不相信对方企业会突然杀出来，对吧？上路人牺牲了，谢谢你们牺牲奉献，很伟大，真的很伟大，对吧？一颗人头，咱们换了什么？换了一只凯撒，一整只凯撒，凯撒全餐呐、啊！哎，想守，对方想来守，拉掉。对方三只下来守，我们拉掉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们去上路，这里兵线稍微整一下，上路差不多要崩下卡拉卡了。你们还不走？你们还不走？我一个大刀压下来，我这。打死你，我兄弟，你大爷啊！是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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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里想个进场方式。好，这边有点凶，我的血量有点低，是个野怪，回点血，没事，稳的。其他兄弟们在上路拼搏，我已经满装了。我们下一把搞个王者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很久没看到悟空出王者，我先拿个蓝，这个蓝。但我这样，我的寒冰制裁就没用，有点可惜。不过无伤大雅，对吧？我们再拿个红，还是我们出个这个复活甲怎么样？人家以为你死了，对吧？你又突然屌起来屌虐大家。哎，兄弟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，我现在是屌炸天悟空啊！等我啊，你们别急，甭急，不用急，好不？我一个大招压下来吗？硬是进来踏杀你！我一个寒冰制裁，我会死吗？我会死吗？不，我要死了！哎，救个！我本来是想要回去打他的，我本来是想要他过来之后没有，我们直接隐身 ，bang 下去，大家要死一起死，是不？但是这也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，happy ending， 对吧？没有永远的超人，没有永远的超级悟空啊！我们还是死一下，对，就算我们学会这个。极意自在功，真的好绕口，自在极意功，随便，对，悟空出来就是屌虐。不过我们的龙马也是很 carry， 这个龙马不错，打得不错，伤害差点就直逼本大爷了。